朋友，今天早上没事，我就到 Macy 那边逛逛，然后就看看，然后哎，有看到一条这个，这个是我们以前有一个，这个现在有一条很接两条，这个9000多，没有我们这个这么大，不过很接近了，对，9000多，它打65折，65折接上这个税啊就。就打折之后都要6000多啊！我现在给我们介绍这两条，这两条比那条大的 ，OK， 非大很多的，就很类似。那这个是路14K 25克钻石1.2卡拉，卢比就这个超过10卡拉，中间这个都要超过1卡拉的，这个就4300一条 ，OK， 就比妹子那边便宜几千块了，4000万。我记得上次我有一条做出来是缅甸，这个红宝还没做证书，不保证是不是缅甸，反正保证是天然的窑烧 ，OK， 你看非常漂亮，然后祖母绿就已经做了。祖母绿是 F2， 也是4300啊，都是很超值的。反这些完全可以做证书的，没问题的。对，来，4300一串，现在买不到的。现在金子涨了这么多，宝石什么都涨那么多，那，对，有兴趣的朋友们就那个了，赶紧订阅频道接微信。这个祖母绿的还不错的，4300。早买早好 ，OK， 再买就越来越贵了。东西这个比刚才那条，大气很多的。给大家再看看，这条我们也卖过。我觉得我们这条漂亮很多，漂亮多了。我们这条红宝多很多，然后不过这条我以前也卖过，对，好的，大家就是赶紧呢，就是说这些卖了之后我也没办法买回来也不是这个价钱 ，OK， 就是钱买且珍惜，4300一条。